走，拿鬼子去。是。皇军来了，有什么好吃好喝的，赶紧给我放上来。你们两个，把老爷给我救出来。是。这些人给我搜。是。师长，大哥，鬼子来了！换了，我娘还在家呢。快走！我娘，快！不要脸！快！快！走！快！快！师长，快点！这小鬼子太不是东西了，你娘打吧！再等等，再观察观察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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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八哥，就这么点东西吗？赶紧把东西交出来，还来得及。皇军可是没什么耐心的，不然的话，小心您的命。哟西，老太太，把东西交出来。八哥，我跟他们拼了！不是，不能这样，这秀秀，秀秀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看来你们都不说是吧？来人！把那个孩子捞过来。是是。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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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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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童天岩，带一队人侧面包抄，其他的人跟我正面进攻。是，走。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到底说还是不说？说不说？所有人，清理战场。是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一会儿趁他们关城门的时候，我们迅速冲过去，先占领城门，然后直捣鬼子指挥部。放心吧，营长。嗯。检查弹药。整理一下，欢迎。
城墙。是。一排，跟我来。是。其他三人，跟我来。是。走。报告指挥官，爬路很快要攻上指挥部了。销毁所有文件，撤离。是。他们已经打起来了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一会儿接着小鬼子往死里打，谁要是怕，就给咱襄阳村丢人，听着没？好，走。看好了，少一个我毙了你。是。九爷到。传我的命令，全团三个营全都赶往县城支援，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县城。是。这次主动进攻钦县县城，
各营伤亡情况，汇报一下。牺牲九人，重伤五人。二营牺牲十一人，重伤八人。三营牺牲25人，重伤8人，包括几名新兵。愚蠢！团长、政委，这一次我违背命令擅自做主，给团部造成了很大的伤亡。 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，承担一切责任。你承担责任？那么多战士的性命，是你一句承担责任就能挽回得了的吗？报告政委，这不能怪我们营长啊。新来那几个新兵擅自参加战斗，后来被鬼子给包围了。我们营长为了营救他们，才给了鬼子喘息的机会。擅自参加？你们敢擅自出兵，他们为什么不能擅自参加？ 有什么样的讲究，带什么样的兵。我建议，你这个营长也不要干了。哎，政委，别说了。跟你们说了多少次，目前咱们的部队正处在发展壮大的关键阶段，团部决定后撤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？你们倒好。政委，我说了，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，接受任何处罚。 可是，青县县城，我还是打下来了。你行了，来，先坐。何营长，这次你虽然攻下了青县县城，但是你违抗军令，就必须要接受处分。你先暂时降为副连长，负责新兵训练的工作。三营营长一职。 暂时由我兼任，同时，何东明同志还要写一份检查，深刻检讨这次违抗上级指令的错误。另外，各营部安排好伤员，对各营部所在的村庄加强警戒，24小时交替巡逻。还有事吗？没有。散会。是。